我尿裤子了。哎呀，尿裤子了！我跟你说，要给我长妈尿尿，走走走，快快快！我问了你一路尿不尿尿尿不尿尿，你说你尿裤子了，是故意的是吧？啊，他问了，他不带他去的话，小孩不是贪玩吗？对对对，都是快尿出来他才去。他们不懂啊。对。先把裤床隐私被看见了，隐私。谁？隐私，你的隐私被看见。被谁？被全世界。你睡一会儿，要不你睡一会儿。这个时候就希望睡，怎么可能这样？我先吃一个火龙果吧。我先给你弄火龙果，你先躺下。好。好不好？好。弄到盘子里面，弄到桌子外边了，行吗？可以可以。爸给你切火龙果啊。哦，谢谢妈妈。好好好。喂喂，给你切火龙果呢。谢谢爸爸。火龙果来了。爸爸。哦。干嘛爸爸？啊？爸爸，你干嘛爸爸？我给你切火龙果呢，我干嘛呢？爸爸。哦。爸爸，我也爱你，爸爸。爸爸也爱你。爸爸，你给我切火龙果来了吗？哦。来了来了，火龙果来了。行，起来吃啊！坐床上吃，坐床上，活到床单上面呢。你看，他还知道。啊，他还有点意识，床单弄脏了。哇哦！对，那你下去吃。火龙果啊，多多多的。那你吃完睡觉行不行？嗯。好了吧，睡觉吧。上床快点，好了上，不不不，你现在上去，鞋脱掉上去。你房子有抹布子呢，你去吧。你先上来。好有耐心啊。爸爸，我让我坐着你，走，快，我趴着。上去睡觉。我不要不要。要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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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上上上来，来，他累了，爸爸累了。两只老虎，跑得快，跑得快，一只没有耳朵，一只没有尾巴，真奇怪，真奇怪。爸爸，起来，你睁开眼睛。你睡不睡？你不睡，我睡了，我都瞌睡了。我瞌睡了。我把我自己哄睡着了已经。带孩子，我就跟他就玩嘛，把他精力全耗完了。